系啊，又多个小情人啦！多谢大家嘅祝福，多谢妈咪，妈咪辛苦，妈咪辛苦。有冇奖励老婆啊？今次？哇！我话咗坐完月之后去旅行嘅，咁啊睇下佢拣个地方咯。两个定四个？应该系两个嘅，因为四个就唔系旅行啦，系另外一回事啦。两个啦，系即系慰劳阿妈咪啦。妈咪都好犀利啊！佢21号小朋友朝头早出世啦，隔咗差唔多一日半左右就开始落床。咁啊，跟住之後就亦都開始喂人奶啦。咁所以就好犀利，即係我見住佢，哇！你使唔使咁強？我喺旁邊又冇嘢可以幫到佢，唯有係加油啊！同埋夜晚陪住佢咯。呢段時間佢就醫院休養緊，咁我晚晚都喺醫院陪佢，好難先走得出嚟。係啊。咁 surface 嘅程度有幾？我唔知啊，依啲你哋覺得，你好多都話2.0咁。嗱，其實啲姑娘就話咧，第一個一出嚟就哇，何永成嘅樣。呢個咧。就冇呢個感覺嘅，佢哋話就即係都似媽咪多，有少少我嘅豬蛋鼻，咁但係其他就冇嘅，咁啊希望似媽咪好啲啦，靚女啊嘛。係咪好多表情？我見你抱佢嘅時候，佢露出一個厭煩嘅。係啦，佢眼神睄住我邊過嚟㗎，做咩攬住我啊咁樣？希望佢即係表情豐富啦，係即係聰明伶俐啦，但女兒做姐姐的感覺是怎樣？佢仲佢唔知道做姐姐的責任是咩嘅啫。我講咗俾佢聽，即係呢個係媽咪爹哋俾你嘅禮物啦，你要好好珍惜啊。咁佢話 ：Amber big sister， 妹妹 ，hold 咗5秒。哦 ，OK， 咁但係即係佢唔知道個責任喺邊度啊，唔知做咩仲 function 緊，咁但係我哋就用咗個方法，就是、所有姑娘教我哋嘅，買咗份禮物就擺喺妹妹張牀，一第一次見面嗰陣時候咧，就當係妹妹交個禮物俾姐姐一個禮物啊 ，Baby Shark。嗰、那個 Jelly Cat 係啊，咁就即係當係即係見面禮咁啦，係啦，我相信咁 Amber 都會覺得識做啊，明知我地盤送個禮物俾佢先啊，係啦。但佢都算知道妹妹即係出咗世啦，係啊 ，keep 俾你聽啊，係啊 ，keep 住係好開心嘅，咁就一家而家四口好滿意嘅，兩個前世情人應該都夠㗎啦，應該都夠了。A B 唔係諗住 C D E 落去㗎你可以生到20喎，你可以有20多个 quota。廿几个 quota。香港生肉佬靠你充。哇！2蚊。嗱，相信現場有其他人可以幫手充嘅，你可以揾下麥明師睇下佢充多幾個啦，佢都應該可以幾生得嘅，我覺得係。係兩個再追人？應該暫時兩個就冇太大嘅呢個目的或者慾望住，因為兩個都好辛苦㗎啦，大佬，即係你俾我唞下，你估個個好似阿 Bob 佢咁能幹嘅咩？你咁多件嘅咩？真係，所以就兩個就我覺得非常之合適嘅一個家庭係。系白嘅喎，要咩啊 ？sorry， 普白，即系生个八个，5年普白啦嘛，系啊。边个5年普白啊？李隆基祝福阿麦明师5年普白，你会唔会都想访，即系听下皇上嘅圣旨咁样做？五年普白有冇特别嘅奖金奖励噶？除咗即系16万嘅啫，都系得。系啊，系啊 ，OK 好。我真系唔知点回答。李隆基，唔好意思啊。唔好意思，李隆基，多謝皇上，多謝皇上，盡量啊，盡力而為啊，盡力而為。應該你公布咗英文名、中文名嗰度改咗。中文名就未改嘅，係啦，咁就但係我就問咗啲上司就話改咩名都 OK 嘅，因為佢嘅名係非常之好嘅，係啊係啊，貴格命，咁啊一定係因為爹哋係啦，大氣佢啦，咁所以就佢就最後呢個字佢五行我咪欠咩啊咩，乜都唔欠，非常之好運。一出世就已經開始行運啦，咁啊好啦。有冇加豪門？又冇講喎。總之就非常之旺啦，佢係。即係你去富貧女貴嗰只。咁即係邊個？即係你靠個女咯，第時食粥食飯靠個女啊。唔係，應該相反，因為我好嘛，咁個女咪好咯，兩個女都好嘅，係啊，兩個都旺嘅，係咪？所以就係啊，即係代表我嚟緊好旺啊。你而家好，我以為係代言物品，係即刻 out sponsor 係，多謝，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